在这种又破又脏的地方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可是这宝宝是弥赛亚，他会照料好的身体，给人爱的力量，当然高兴啊！哼，不要在那里说梦话了。如果这宝宝真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为什么会生在这种破烂地方，连张床都没有呢？好了，这可以当宝宝的床，你看像不像摇篮？耶，真的好像摇篮哦，日子，你真是个好爸爸。<笑>给宝宝一个床是应该的啊，虽然只是一个旧马槽，可是里面装满了爱和希望。太好了，玛利亚会喜欢的。 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宝宝多可爱呀！看着它呀，真让人感觉心里温暖，眼睛发亮的。<笑>你还好吗？你看，我给宝宝做了一个床。哎呦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哎呦，这床又硬又冷的，宝宝会感冒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去拿毛巾来啊。 老板娘，谢谢你带来的。是谁点亮了天空的星光？是谁温暖了你我的心房？ 是弥赛亚的记号。刚刚在城外，我们看见天上出现很多天使啊！有一个大天使对我们说：“救主弥赛亚，今夜就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我们就找遍伯利恒城内所有的马房，终于找到弥赛亚。” 欢迎光临。